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就会跟你们讲，在昨天那条冰雪片那里，我吃了那两铺鸡就已经是占了一条是后人会发的。在星期一呢，因为那局是我和一位 YouTuber 一起合作，所以他呢就是会发的，所以星期一那个 YouTuber 就会发那条片，大家记得去下面看那条片。